我们的重点的任务分工就是有效的压制我们台南市帮派的恶斗，不可以再有这些报复式的违法行为。我在昨天也跟我们警政署陈家金署长做了一个详实的报告，那陈署长也指示刑事警察局及周边的警察局全力支援我们台南市有效的压制黑道帮派。我想在中央以及地检署还有我们警察局整体的总动员之下，我们希望以我们实际的行动向黑帮宣战。